子潘老师为什么会长胖？根本原因是因为这张图。你要再吃点吗？我真吃不下了，但我说吃不下是真的，就是吃不下了。真的，不然我不可能是放弃的状态。我觉得不是这样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是潘老师？潘老师为什么会长胖？根本原因是因为这张图。这个真的好形象，根本这就是你长胖的原因。快点给我看啊！我帮你看，快点啦！什么东西？照不给你，快点换换换换。饱了也不是不能吃。这就是你长胖。这谁做的图啊？啊，我问你做的啊。也不是不能吃啊。继续继续。他是光盘行动，你参不参与？我今天可能没办法，也不是不能。如果你真的要逼我的话，我也不是不能完成，不是不能吃。人生座右铭也不是不能。还吃？清干净啊！潘老师真的在向我们诠释“也不是不能吃”这一画面。谢谢。你这个太恶心了，你把咖喱弄成这样子，一坨泥巴水一样。这不咖喱饭吗？咖喱饭不是这样吃吗？